神素佛修彼除明护囊，不敢去浅尝，其便终止终止此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呢很快会这个死亡以后腐朽，最后呢就是令这个喜欢吃肉的这些狐狸啊囊啊，他们的是不敢去这个品尝，一定会是有这么一个阶段啊，就一定会是会到达这样一个景象，所以呢我们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一个颂词当中呢，说讲那个对自己的身体呢就不要这个贪执，你再怎么样贪执也实际上呢最后啊一定会是变成就是这种这个尸体，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这种执着自己的身体啊，但是呢不管是你的身体是多美你多好看，但终有一天呢就是会这个死亡的。
休息囊，然后下面就是截然次以神神神死故如念，死何各分散，何况是他亲。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这种身体呢，就是在生的时候呢，虽然就是骨头啊肉啊就是全部粘在一起，就是婴儿这个生出生的时候，从母胎当中出生的时候的都跟着这个一起来的，但是最后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这个骨肉呢，就是也是全部就是在这个意义的这个分开，就是大家都可能清楚，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身体拉到石头里以后的话呢，头就是就切成一块，然后这个四肢呢就是也切成最后呢就是身体上面的这个肉呢一块一块的切，骨头呢就是全部就是摧毁，最后的话呢就是整个身体呢就是变成呢就是东离西散了，就是然后这个四分五裂全部呢就是摧毁无遗，已经就是变成了这样的这种现象。那即使我们身体呢就是应该说是跟这个母亲的这个胎里面一起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粘在一起而来的，但是这个都是总有一天呢就是要这个破裂要分散的话呢，那这个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亲朋好友啊，这个呢就怎么会是不这个分离呢，就是一定会是分离的。就是修行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亲人啊，就以前那个藏地的有些高僧大德也说过，就是外面的漠视不是很可怕的，就是那个内在的这个亲人呢就是是最可怕的一种修行的这个障碍。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如行论的时候也说过，我们一般的这个外来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人与废人的一些希冀的话呢，我们通过念咒语啊，就自己一直争着正念呢，通过各种方式来可以消除这种违缘的，可是亲朋好友来就是劝你，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就没办法。神即孤独身，无佛独自亡，苦痛无人叹，情眷又何意。
那么生的时候呢，也是孤零零的来到人间；死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也是独自，就是没有任何陪伴的情况下呢，就是而前往这个中阴道道。然后我们在这个生的时候也好，死的时候也好，在漫长的这个轮回生涯当中所感受的各种各样的极其严重难忍的痛苦呢，那么只能呢就是只有自己就是承受。那么别的这个其他的任何一个亲朋好友呢，就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绝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佛陀在这个交往经里面呢，也已经这个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父母啊，还有那个这个子孙，就是兄弟姐妹等等呢，就是不可能跟随。然后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呢，就是他们也是无法承担等等，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教言呢，在这个交往经里面呢，就是讲的是非常的这个细致。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也应该这样想：我们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独生独死、独来独去，就是时间当中呢，都是依靠自己的这个业力来到这个这里，而最后呢，就是也是离开这样的这个世间所以我们对这个现在这个世间的尤其是这个亲朋好友的这种贪执呢，就是一定要断除。他这里呢，就是说，因为就是不能这个承担自己的一切痛苦，所以要断除这个一切亲朋好友的这种这个贪执。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需要这个承担痛苦。但是承担痛苦呢，刚才我说讲的一模一样就有些人真的遇到就是最关键的生老死病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呢，能不能就是别人就是代赎呢？就是连一刹那的时间当中的这个代赎呢，也是不行的。如诸信汝可不止沾六舌，如是信汝到其淫贪，其淫念甚佳。
那么就是下面这个道理呢，就是对这个亲朋好友呢，不应该探知，就是用一个比喻的这种方法来就是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到这个远方去的这个客人呢、就是到远方去的客人呢，他肯定呢就是在中间会这个住牛。就是在这个住在这个旅馆当中啊，就是是这个休息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对这个就是所住牛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作为执着的话呢，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啊。就因为呢，毕竟不是他的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住处啊。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